好了没？还没好。哎，你今天回学校吗？回，我明天早课，一会儿回学校。你画什么呢？让我看看。马上就好。你肯定把我画丑了，你是不是把我画成个狗？没有，我还没画完，画好再看。3、2、1，你让我看一眼。嗯、行，夏木。就看一眼。一眼。你成心的是不是？没有啊。你自己画吧，下回找别人画，我没你这个弟弟。我去找小天了。真生气了。这厂子向来都是公院的，上了4年大学就没听说学校篮球队错了。别打别打，是老爷们儿，咱们凭本事登场的好不好？凭什么本事？你投篮。谁呀、啊？怎么，不敢啊？嫂子来了，比就比。该你们了。哎，没事，都是朋友，别生气啊。这个场子咱们一块用，一块玩一局好不好？唐小天。哎呀，一块玩一局没关系的。一块玩一局。5打4。5打4怎么了？5打4我没能打得过你。我不跟你们打，那是因为我怕我欺负你。啊、行不？嗯。让我弟跟你们玩一局。嗯。老板来喲，来3份芒果双皮奶。弟弟对芒果过敏啊，要不这样，还是老样子，2份芒果双皮奶，1份绿豆沙。可以。好，马上到。哎呀，你瞧姐夫这脑子，打篮球都打懵了。你别怪姐夫、啊，这么大事都能忘，你天天操什么心呢？哎呀，我心不大点，怎么装下我家宝宝呢？我去学校。哎，你记得帮我明天带苹果啊。哦，甜品来喽。谢谢老板。告诉你啊，这球我一天不打，我浑身难受。你跟谁学的？你看我，行吗？牛，我觉得，到家了。到了。那行，那你先上去吧，我就不送了。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明天见啊！明天见。回头，回头，我叫我，叫我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少来！你不喜欢，不喜欢我走了。你上哪儿去？你身上臭死了，你去洗个澡去。啊。你不是就喜欢原汁原味的我吗？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我就不洗澡，我就不洗澡。先回去睡了啊，小天你回去吧，路上慢点啊。
我也回学校了。你不走吗？哦，我走啊，我当然走啊。姐夫送你行吗？瞎说什么呢？哎呀，现在不是，我以后走不走？寝室要关门了。哎呀，哥错了，光棍你姐没照顾我们小朋友的感受。去吧，路上慢点儿。去去。哎，好好，夏木，等等我。狗啊，狗啊！来了来了。哎，夏木，你姐毕业那天你准备怎么表示？与你无关。这什么叫与我无关？哥跟你说个秘密啊，我准备在你姐毕业那天呢，给她搞个大惊喜。嗯，与我无关。你，哎呀，你大晚上的别骑车了，多不安全呀！我送你吧，要不？学长。So re mi， 我还是。会想起剧情是悲是喜，由我们定义。爱人总被迫分离，多么戏剧性，用尽全力奔向你和完美的结局。重新书写这剧情，不幸所谓命中注定。如果能再拥抱你，不在乎苦涩的曾经，让所有的分离、冷漠和猜忌都倒退回相遇。当人海逐渐散去，还是你陪我看日升和月起。